哪有可能有杀气的？这是那是讲我的，我无爱听的话的时阵，你就甲卡细腻的。哎呦哎呦！你不是林敏，我是炸公零丁。我惊死人了！看起来下面叫做半壁江山。是，来来来，打个饼。哦，哎呦！来，小蛋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蛋呢？哎，一饼一刀，我饼一刀。嘿嘿嘿！哎呦，哎呦，放慢点。在梦中有看见白雪牡丹含带泪，敢是花开不着时，醒来只剩花香味。在我身边这位杨烈先生啊，充满了阳刚的那种个性，是欧多克一比一。喂，嗨，跟大家问候一下。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我们的乡亲、好朋友大家在一起，真欢喜啊！那是真难得有这款的机会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是啊，因为丁国林今天穿这样子。还刘玲刘玲玲啊，刘玲玲她应该去换泳装了，拉不上来了。现在已经在换，正在换。嗯，刚刚起来啦。安怎呢？哇，你个看麦，哇这款呢。然后丁国林最厉害就是演杀气的。哦，哎呦，我那都要公演偶像剧。偶像对杀气，你也现在讲一句啊，就凶的一款，你现在讲一句。来来来，这种女性的复仇的代表。气势甲提出来，我哪有可能有杀气的？这是那是讲我的，我无爱听的话的时阵，你就甲卡细腻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以中带尖哦，那火车位正面要弄来了。我连底下你忙起来在家，安怎？无恁两个闭口哎，惊死人！先生先生，这过年啊，这过年还未到，什么人包一包红包才大包啊？因为我知影有炸手套来，我家己收起来咧。不是林敏，我是炸公零丁。我惊死人啊！怎么这样？哇！今天那是吼心中未通的人，马上看马上通。我跟你讲，今日要拼就拼一个较有诶。对啊。哦。来看一下，什么叫做半壁江山？是。来来来，打个拼。哦。哎呦。来，小蛋，慢点，别拼，别拼，别拼。小蛋呢？哎，一拼一刀，我拼一刀。我是唔知影讲新加坡的电视有作用的无？即摆台北的电视拍了了啊，大家拢讲伊。哦啊，这是讲前桥后桥啦，对不？这是好身材。对咧。哦，迄是前桥后边，迄无相款的。你杀人哦？我杀人，那杀人。我十八年前头前会使载人，后背阁会使弄人哦。哎。烈哥徛伫伊两个中只有一种心情啦，哎，系啦，环肥燕瘦吼，拢只个啊，他的男性的心情就来了，我
如果能够，哦，哎呦，这是点，这是点歌吗？一首歌的名字啊，对啊，我如果能够还有那个体力咩？来，如果能够，杨烈先生很优秀的作品，破下来，掌声欢迎杨哥。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你左右。闪烁的眼光，迎接那美丽的街。